嘿哈喽各位观众们，大家好，我是小蓝。今天呢要来继续执行的呢，就是我们的祈愿至少十抽过水啊，以及介绍一下这一期的祈愿啦。那这礼拜做比较少影片哦，之后我们再一为各位补上近期的一些更新内容。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这一期的这个季风指挥官外观扭蛋吧。这次我们从这个装备来看一下，这次有的是头有衣服，然后头的头上、头中跟头下没有背部的这个时装。那一件一件来看哦，季风指挥官这套的衣服比较偏向是给物理性质，然后暴击的这个职业去做使用的，因为它像是这个衣服以及是这个脸饰其实都蛮明显的，因为脸这边它有暴击嘛，然后衣服这里的话它有攻击的速度。同时呢还有一个点是它是给它有一些这个人形伤害，所以一部分是给 PVP 去做使用的。那我们就一件一件来看，这边的话它有攻击速度、物理伤害 3%, 物理伤害是比物理攻击趴数来的再更厉害一些的这个属性，然后它有 2% 对玩家的伤害。简单来讲的话，这个东西它因为攻击速度本身不算是法系能吃嘛，除了是魔击法之外，但是物理伤害 3% 这个东西本身还算是蛮不错的，所以如果你是法系你想要抽的话，十抽过水算是还可以的。然后脸饰这边的话，脸饰是力量5暴击4，这个给那个近战类型的其实算相当受用哦。你要打怪什么的，然后他的体型增减伤是给中型的，然后他也不是给人形，所以说这东西你拿来打王的话其实算相当不错的，就是你是刺客、敏暴骑这两个职业的话其实都相当受用。就算你不是普攻型的职业好了，这个抽出来它还是有还蛮好的效益，至少它有力量5，然后这个中型 5%， 这东西算还行。紧接着的呢是这个星星烟火棒，星星烟火棒的话它有这个技能供冷，那技能供冷在嘴饰上面其实取得的部位不算多哦，所以像是这个法系的话，这东西会说要用吗？嘴饰其实没有太多太好的选择，所以这个技能共同冷却 2%， 然后经验10以上选手加1，其实是个可以考虑的东西。但是以这个头饰类型的东西来讲的话，现在要达到全属啊不，现在要达到经验加10，其实并不是真的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哦。那前阵子很夯嘛，就是在陷阱猎的部分。陷阱猎人的话，技能共同冷却在嘴饰这边也是不太好拿的，所以陷阱猎可以考虑十抽过过水，其他的话还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眼镜好了，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这个东西给那个敏暴系蛮好用的，但脸饰其实蛮绑定要放那个，其实算绑定要放 OK 泵了啦，因为现在 OK 泵算是大部分选择上面的标配。那如果说你依旧想要搭配这个东西的话，你可能就必须要在战斗中去做一下交换，就是你先触发出这个加速术，也就是 OK 泵的加速术之后再去换上来，那卡片可能就优先先放在这上面，而一触发完就切换成这个眼镜。如果打王认真一点拼伤害的话，这东西其实还是蛮强的。最后的话是这个季风礼帽，季风礼帽看似有全属性共同冷却时间减2%嘛，好像给法系很好用，对不对？但是头饰这边大家千万别忘了，头饰最重要的东西还是这个神奇魔法帽，这东西依旧是给法系我觉得比较强的东西，因为质地80巧8这两个属性真的都很难拿啦。然后不论你是陷阱，或者是你是驱魔，或者是你是大法师都好，这两个属性基本上都会是你优先去点的两个，所以
它会是在约莫是在80级到90附近嘛的基础数值。那你要去提升那个8跟8的智力跟灵巧，其实真的太难拿了。这东西会比那个共同冷却2%还要来的再重要一点点。那我们就稍微做个结论吧。这个这一次来讲的话，因为外形啦，我先讲外形，如果你觉得不错，那你就多抽一点。那因为这外形我自己觉得，风格不是我特别喜欢的样子，所以就我自己还是会实抽过个水。好，就实抽过一过吧。好像真的还好。想要的，可能这个东西是我比较想要的。脸，衣服其实不错，因为这是玩家伤害3%。那我现在是穿这个也是物理伤害3%，玩家伤害2%啦。这个东西其实真的还好，他还是没有最开始第一次那个 3.5% 强。我指的 3.5% 就是说每一期的时装都在提啊，因为你要比就是要跟这件比嘛，这件似乎还是比较厉害一点点。还有雾魔弓，那我们就实抽过个水，来看看。每一次基本上，没有，这次居然什么挖沟都没有。我思考一下哦，其实不是不能再抽十抽啦，因为每一次从以前到现在，每一次，除了那个万圣节魅影的那一套之外，我好像每一次都至少有抽到其中的一件。那不然我们再抽十抽好了，就20抽过水，绝对不多。20抽过水，好。刚忘记勾那个自动分解多余的了。哦，有，可以，看看几件。一个星星烟火棒，嘴饰哦。好，那就不抽了，因为我将剩5张券了。之后其实不好说。嘿，那我们。每个礼拜一嘛，每个礼拜一其实还是有一些事情可以做。嘴饰哦，嘴饰，我现在穿的是什么？好像也用不到，可以把它塞进去啦。嘴，先把它收进去吧。我的嘴，这是我第一个时装抽到的嘴饰。之前是直接买了嘛？出发！确实有几个经验可以点啊，我们这居然减2个。今天有2次这个加速可以体验一下，出发。没成功，那我们点一下这个，就捡2个，随便买一下。出发，这边没成功，那这个应该要过了吧？这个我也点好多好多好多次喽，可加速真的好难点哦。过，好，一个礼拜要过了，接下来又要等下礼拜了，因为只有每个礼拜买那个武器祝福石，我们才有办法来点这些东西哦。每个礼拜一，就是有多一些事情能做，看一下还有什么。木拉硬币有337个，跟大家稍微聊一下，我最近有在想换一下流派玩玩看，就是我在洗民工了，
因为之前上一次有那个弹指的那个手套有稍微 buff 过嘛，然后总之反正我有在慢慢往民工那边洗，如果洗出三条武器点上加15的那一刻，我可能会考虑玩一下。那在这之前的话，这个民工就会先放在这边，不会把它存下去。那我们这边就来洗一下吧，因为民工4其实给的远程误伤直接10%，其实真的很多，会比纯力零还要来的再强一点。那总之先把这一条洗到20级以上，然后他有机会出4民工。当然这边如果出3民工，我们一样是先放着。看一下，2、1、0，可以哈。这边尖锐3，快要那个嘞，我们快要成功嘞。想蛮想玩玩看啦，蛮想玩玩看弹指的。这边测起来伤害看起来是还行，就是要把附魔都洗过去，那就有机会了哦。弹指之路指日可待吗？反正能升90等要到12月10几号，这中间确实是有机会到加15，然后转职的。虽然说弹指的全套就是你要武勇要到100等，但总之我是想要试试看的，就可以在 PVP 的时候多一点点远程打人的这个机会。远程打人的机会，毕竟其实有我有蛮多这个中型真伤的，在敲人上面来讲的话会蛮不错的。所以我现在在买，平常在买卡片的时候，我是回头买螳螂卡，因为暴击其实算够了嘛，现在拿暗芒之锤真的相当够。我可能之后就会变成是三螳螂一这个犬妖也不一定，因为犬妖其实也买蛮多张的，就可以把它给弄回来。OK， 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次这个祈愿的过水影片啦。那希望大家如果想要尝试抽抽看的朋友们都能够出很多很多的金蛋啊，出这个金熊熊拿到你想要的时装。然后任何问题想聊的东西都欢迎在底下地方留言告诉我，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明天见喽，拜拜。